家好，我是阿龙。那这个礼拜日要开始抽奖喽，这次要抽两支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好言呢？就是小橘，黄色跟白色。那稍等阿龙会切换到前面视窗去跟大家讲。那这个礼拜先跟大家预告一下，就是我们下个礼拜是打算要抽这一支爱丽丝啊，我等一下要开箱给你们看，这支新版的 SS 的爱丽丝给大家看一下。然后再跟大家预告一下，我下个礼拜应该会是礼拜日的时候会开直播啊，大概在晚上应该也是在7点左右的时间会开直播啊，详细的时间我还是会留在资讯栏，就是每日发片的时候我会稍微提醒大家一下啊，大概预计开个2个小时，那如果有空的话再来跟阿龙聊天吧。那我就把画面切完到前视窗，那我们来抽奖咯。好的，那这次留字还是以阿龙这边的留言为主，你挂号一定要有打才会有抽奖哦。那我们先把这个礼拜黄色的小橘看看是谁中奖，我们先按下抽奖哦。恭喜张思佩哦，张思佩你记得要来阿龙的粉专那边 留言，就是截取你的个人资料啊，还有你订阅阿龙的图啊，再留下你的真实姓名、电话啊，还有可以电到店的，方便阿龙寄送哦。那我们来抽下一位，再来抽小橘白色的哦。那我们来看白色的是谁中奖呢？沈玉佳，来一样是就是私讯阿龙粉专的时候，记得截图你的个人资讯，然后还有你订阅阿龙的图这样子，然后还有留下你的真实姓名，然后电话，还有可以电到店的啊，方便阿龙寄送哦。那恭喜这两位得奖，那我们就进行下面的开箱文吧。好的，那就恭喜两位得奖了。那阿龙最近几乎都会在艺名那边打，所以艺名跟大创那边的影片会比较多，那希望大家不要就是多多包涵，不要就是嫌弃这样子，因为我真的附近的有好片的，可是我真的没有找到比较好的。如果你有私人景点的话，可以私讯阿龙，不要是那种太硬的台子，我真的打起来会比较心累一点。那我们就先来那个开箱这只爱丽丝吧，因为我之前日本带回来的箱子，我想说这只要自己用，我就把它拆掉了啊，我就整个把它拆出来给大家看这样子啊，稍等我一下。被阿龙煮好了，你看啊、哦，这次真的是蛮大只的哦。贴近给大家看一下，因为阿龙这边有打灯光的关系，稍等我一下。因为阿龙这边灯光比较暗的关系，所以我有打灯光，这样子看比较清楚啊。稍待，我就是会就一样会就近拍摄给大家看这只爱丽丝啊。我们这一次就抽这只 SS 的那个爱丽丝给大家，哎，恭喜大家得奖。那下个礼拜的话，就是礼拜日的晚上7点，不要忘记我们直播哦。就是我会开电脑啊，一起来聊天这样子啊，顺便公布爱丽丝的得奖这样子啊。喜欢阿龙的影片，记得要多帮我订阅啊，帮我分享出去啊，留言这则影片，看你们有什么问题想要跟我聊的啊，跟我哈拉都可以啊。那记得要开启小铃铛啊，因为我每个礼拜都会抽奖，很多新朋友都还不知道，我是每个礼拜一开放抽奖，然后礼拜日的时候我会截标你们的留言这样子，然后记得下面的资讯栏一定要看清楚，就是我的留言你一定要打对，这样子你侦测到才有办法，多一个字或少多一个字是可以的，只要你整个字有在里面系统侦测到就可以了，但是你不要少打。像这次我提醒了好几个，就是小橘你要选色，因为这次就是阿龙希望增加就是中奖者的几率，所以我有把它分开抽这样子啊，千万要记得哦。那影片就先到这边结束咯，拜拜。